明天是星期天，我上医院去陪陪妈妈吧。不用，你要苏醒再就可以了。她已经订了好几天了，也够累的。明天我去，你工作那么忙。这次妈妈住院，爸对她这么体贴，我还真挺感动的。 到点了，我该去台里了。妈，那天我爸跟我们说。 他是一辈子最对不起的人，就是你。您为我们操了一辈子的心，没什么。其实，换一个人又能怎么样呢？只要你们好好的，我就放心了。 还不错，人还温顺吧？挺好的，他现在在日本出差，我也经给他打电话了，他会尽快赶回来。我怕是看不到了，你们好好过日子吧。妈，您别这么说。 苏琴，你们的事情一定要慎重，你们自己商量着办吧。喂，苏琴吗？是我。 说这些干什么？
下子接受不了，过些日子再告诉他吧。你妈妈的病实在是来得太突然了，谁能想到这么快就走了。爸，要不您跟我去北京住一段时间，换个环境待的。算了，我不想去北京，过些日子再说吧。啊，你呀，抓紧把你自己的事情处理好，我不愿意看见你像现在这样过日子。你妈妈要是在啊，她也会这么想的。嫌麻烦啰嗦，感情的事要慎重，可不敢乱来呀，千万不能放纵自己。陈姐，春节前我们回去把事儿办了，顺便在家住一段时间，陪陪我父亲，这样的心情会好一些。是因为你父亲吗？我父亲一直很关心我们，我母亲临终的时候也提到你，希望我们能好好过日子。你母亲不在了，你父亲一个人也不可能去美国定居，跟你妹妹生活一辈子。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吗？你这么问，意思我已经明白了。苏琴，你别误会，我没别的意思。谁都有老的一天，我只是觉得，两代人在一个屋檐下生活，日子久了，会有很多的不便。三天两头的往我这儿跑。爸，我和月月干脆搬回来住一段时间吧，陪陪您。您一个人在家，我也不放心。不要，你不用总担心我。为了你妈妈，我也会把自己照顾好的。小敏啊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没有。德柱，这次一个人单枪匹马，没人照顾，挺辛苦的啊。但辛苦是值得的。一呢，了解了一下企业情况；二是了解了一下民情，还真可以好好写一写。另外，我还有更大的收获，完全让你意想不到，但在我的意料之中。小香还不走啊？哦，走。哎，苏姐，这有封信，昨天忘给你了。大学同学给我发了一个邀请函，让我去加拿大玩。哪个同学啊？哦，是不是上次你跟我说的那个刘大明？他不会是有什么目的吧？有什么目的？就是同学聚一聚。那你去吗？也没想好，到时候再说吧。明天见啊！嗯，明天见。
小杨，来了。啊。哎，小杨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啊。这个老朱这次到南山，挖空了心思，了解到张副总编的一段浪漫史，挺有戏剧性的。咱们张副总编呢，大学毕业以后，曾经到南山蹲过点儿，和当地乡村一个女教师好过。那个女教师怀上了她的孩子，现在孩子都长大了，就是那个张副总编南山来的那个外甥。这个老朱啊，把所有这些情况都整成了材料，哎，写了举报信，交到组织部去了。老张，不成敬意啊，给你烧点茶叶。老朱啊，我正好家里有点事儿，还想跟你请个假呢。这时候请假不合适吧？我可是为你好啊，你还没听说吧？嗯。报社任命总编的事儿就在这段时间，很关键的。老朱啊，我确实有点个人的事要处理，这两天你就多操心吧。那好，你抓紧时间处理。可以。那你就忙，啊。今天咱们把手续办完了，我就搬到报社去住。时间不早了，咱们走吧。我看这事儿要不等你从南山回来再说吧。你好，主持人。你好。哎，主持人，我这个结婚七年了，可是我跟我老婆是越来越冷漠。经常啊，为一点点小事啊，我们又是大吵大闹。哎，最近啊，我一直在犹豫，我啊，到底要不要跟她离婚？哎呀，可是想想呢，又放不下那个孩子，哎，真的很矛盾。再轰轰烈烈的爱情也会趋于平淡，这是很正常的。但激情过去了，还有亲情，还有责任，你说是不是？对，哎，你说的很对。可是我实在是受不了这三天两头都要跟他吵，啊，我真的快疯了。你说我到底该怎么办呢？婚姻出现裂痕的时候，不妨先冷静一下，多想一想他对你的好处。有时候你去埋怨、去愤怒，或者是闹个鱼死网破，还不如从自己身上，从你们的婚姻身上好好找找问题的根源。两个人建立一个家庭都不容易，应该用心去经营。我觉得还是不要轻易的放弃。哎，小杨，这么晚了还没走啊？我找你有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我要辞职。辞职？为什么呀？你不会是心血来潮吧？这种事儿最好还是慎重点。我已经考虑清楚了，不会改变主意的。你太幼稚了。也许吧，不过我希望我自己能活得真实一点，不想和你这种人打交道。你太虚伪了，你即使把张总整下来了，你也没有什么好的结果。张志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事实会告诉你的。总有一天，你会后悔的。这您就放心吧，后果我自己会承担，用不着您操心。
强子，你回南山为什么不跟我打个招呼？强子，强子去找你，我也是心里很矛盾，我是考虑再三才下了这个决心，没想到给你添这么大的麻烦，我真的很后悔当初的决定。不，这都是我的错。当时我在离开南山后不久认识了苏敏，他的父亲帮了我不少忙，让我有了一个出国进修的机会。我一直在苏敏面前隐瞒了我们这段感情，我真的很自私，我一直没有勇气承认。这次我到南山来就是想把强子给认下来，我这个做父亲的以前没有对他尽过什么责任，今后我要尽力的来弥补。志同，你能有这份心我真的很感动。强子他不是你的孩子，他是一个被丢在医院里的弃婴，是我收养了他，就这样强子成了我的儿子。当时传言很多，他长大了也听到很多风言风语，他一直怀疑自己的身世。志同，你答应我永远保守这个秘密，我不想让孩子自己觉得是一个弃婴，我想让他明白这人世间晴天总是比阴天要多。说心里话，我也很喜欢强子这个孩子。我希望你能答应我一件事，就让强子这么认为吧。我也想让他知道，今后无论遇到什么，他都有个父亲在关心他，疼爱他。志同，能再见到你我真的很高兴。苏敏是个好人，作为女人遇到这样的事情谁都会产生误解，你应该理解她，好好珍惜她。不过我还是想把强子带回去，我觉得这对苏敏不公平。我会回去跟她解释清楚的。行走，
我想跟强子单独谈一谈。苏明老师，我今天约您出来是想向您道歉的。那张电影票是我寄给您的，我知道这个玩笑开大了，所以我来向你道歉。这不怪你，本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儿，结果让我自己给搞复杂了。那段时间我们彼此都很累，相互猜疑，想想也怪可笑的，我还怀疑过你呢。这夫妻之间呀，需要坦诚相见，还需要宽容和理解。应该说我应该感谢你，是你那张电影票提醒了我我们之间还存在问题。老朱，老朱，你这是要上哪儿去啊？组织部找我谈话。你有希望啊？有希望啊，全让你给搅和了。小杨也上组织部去反映情况了，现在他们认为我递上去的材料有些地方不属实，已经决定在整个新闻系统搞一次竞争上岗，咱们报社也不例外。何编辑，你也有希望啊，努力吧。强子，我这次来南山就是想告诉你，我就是你的父亲。舅，我现在已经不敢相信你是我父亲了。这是真的。你母亲一直不愿意把真实的情况告诉你，那是有原因的，他是不愿意伤害任何人，你不要去责怪他。这件事的责任在我，我对不起你母亲，也对不起你。其实你对我挺好的，我没有什么好怨的。我回南山，只是不希望你离婚。现在事情都说清楚了，我会处理好的，你不用担心。回去收拾收拾东西，跟我回去吧。我不想回去了，我得留在这儿照顾我妈。为什么？上次我没敢告诉你，我妈的肾病已经很严重了，她需要人照顾。咱们一块走，治病要紧。他不会同意的，他是想等他暑假的时候再说。我去跟你母亲谈，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。爸，您吃吧。嗯，好久没看见志同了，他在忙什么呢？出差了。哦，你跟志同啊，要多交流。有什么话千万不要憋在心里头不说，那样会伤感情的。你别以为你不讲我就不知道，其实我很明白，你跟志同之间呢是有问题的。这夫妻之间呢要互相信任，不要猜疑，否则那关系啊就越走越远，这都是教训呐。爸，您就别操心了，我自己能处理好。
秦佐，你安心治病吗？强子这两天先在医院里陪着你。这些日子真是拖累你了。你放心吧，这里的医生和护士都对我挺好的。哦，对了，那天素米有空，你把她请过来，我想跟她聊一聊。你的身体要紧，别的事情就不要再操心了。素米那儿，我会跟她谈的。素锦，素锦，什么事儿啊？急急火火。巨大成功啊，发了！没想到古家具市场是大有潜力的，这样的投资项目咱们还得做，真是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！这全是你的，连本带利全都回来了，怎么样，苏锦，还行吧？以后怎么干？扩大投资项目，资金不够咱就贷款。咱们呀，还是投资文化市场。现在古玩和艺术品特走俏，大胆的干呗。行，就听你的。喂，你好。啊，我是苏秦。什么？李晓东摔伤了？怎么搞的？啊！好，我知道。不着急啊，怎么回事？李晓东他们同事来电话，说他周末跟几个朋友去郊外旱冰场学溜冰，摔骨折了，现在医院住着。说都这么大岁数，他学什么溜冰？不给自个儿找事儿。哎，那个叫陈康的，我看他对你前妻不错，他们应该告诉他呀，这不是给你找麻烦吗？我得回去一趟。这李晓东父母都不在他身边。那好吧，在网上我给你订张机票吧。什么时候走？越快越好。机票下午有，6:30的，行吗？行，就是他吧。定了啊。喂，陈姐，你怎么不接电话呀？我开会呢，什么事儿啊？妈，你能不能回来一趟啊？我有点事儿跟你商量。电话里不好说吗？不是电话里不好说，我就是觉得当面跟你说比较好。又是与李晓东有关。啊，这李晓东摔伤了，骨折，在医院住着，我可能得回去一趟。那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动身啊？这机票刚订好，下午6:30。你连机票都买好了，还跟我商量什么呀？商量。商量，事太急，所以我喂，挂什么电话？踩着雷了吧？其实啊，你应该理解女人，天性中啊就有狭隘的一面。
李晓东都摔成那样了，陈娟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？你应该理解陈娟，她也不容易。再说这件事情来的又这么突然，你想啊，昨天你们还睡到一块儿，今天这个男人就要回去伺候他的前妻，而且去多久还不知道，不光要给这个女人端饭端水倒痰盂，哎，还要把她抱上抱下，你想他这心里肯定不是个滋味。所以他跟你闹点脾气啊，你也别觉得自己委屈。哎，我摊上你这么个合作伙伴啊，我也真够倒霉的。你自己好好想想啊，我走了。喂，你好，我是市歌舞团的领导。对，我想向您打听一下我们团演员李晓东的情况。你说什么？可能要落下残疾？啊，大夫，不会吧？他可是我们团的业务骨干啊！啊？您说什么？啊？他情绪不太好啊，这可以理解嘛，他一个女同志遇到这么大的事儿。啊，是这样的，我现在人在外地啊，对，我还暂时不能到医院去看他。那这样，希望医院方面能够给予他最好的治疗和照顾，好吗？谢谢老大夫。这个月还有下一个月，合同里写的我应该付的一些费用。想的还挺周到，连下个月都准备出来了。说话干嘛这么阴阳怪气的？你也知道伤筋动骨一百天。我阴阳怪气的？那你可以不听啊。陈娟，咱也不能太不讲理了，是吧？我不讲理。你按合同办了吗？我在眼里算什么呀？连个人我都不算。行行，咱别抬杠了，好不好？我就是回去照顾她一下，她一个人，父母又不在身边。她不是有男朋友吗？吹了。吹了。啊。你知道还挺详细的，啊？我就不信她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。这样，我回去。如果他身边有人影晃，我就回来。要是没有呢？要是没有，你就照顾到他好为止，是吗？不是，陈娟，你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？我没有同情心，苏沁。你别欺人太甚了。
我告诉你，陈娟，只要李晓东没有被别的男人接走，他的事就归我管。你小子呀，要长成我这样啊，也就没有这些麻烦了。谁让这些女人都抓着你不放呢？我刚才在路上突然产生了一想法，庆幸自己没有跟陈娟把手续给办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冒出这个念头。行了，我说，别折磨自己了。如果真要能走到一起，什么事儿也挡不住。